维莉安的台上请先就定位，摆出几个帅气迷人的 pose 呢，来谋杀一下大家的底片。耶、神清气爽哦，今天天气好。维莉安这一次呢，为这个蓝色小精灵失落的这个蓝蓝村呢，担任一个很重要的配音角色。究竟这一次过程什么样的趣味点，有什么样的困难处，都让这个维莉安呢，新一代的配音小天王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喽。好的，来，维莉安就麻烦了，右边、中间、左手边，然后呢，这个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场这个媒体朋友 ，OK 吗？可以哦，好的，来，请上麦克风。对，嗨，嗨，乖，配音大明星你好，你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莉安。哦，今天感觉行程还是很忙碌哦。对，刚刚有去这个杜鹃花季。是母校的活动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不过呢，这一次呢，提到这个你变成配音大明星了，也恭喜。什么？就是配音初体验嘛。对。对。对啊，所以这一次啊，听说你以前对于这种配音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梦想，憧憬啊，因为动画片，我很喜欢看动画片，那是童年的回忆，所以因为喜欢看卡通，所以也常常会模仿卡通人物的声音嘛，讲话的样子。就算长大，其实也蛮喜欢看卡通的。对，感觉出来童心未泯嘛。对，所以真的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，就觉得机会很难得，想立刻就来尝试。就是二话不说，马上点头答应说耶，我要来配。尤其蓝色小精灵，你应该有一些对于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？不喜欢这个里面的一些角色。对，通常都是也是小时候看卡通的印象。但说老实话，在接之前还是有点小小的犹豫，虽然说是很难得的机会，但是会因为我做什么事情都觉得要准备好，所以像说突然间跳下来配音会不会很不专业，所以那时候有点疑问。那个时候还有约这个导演聊一聊，而且我阿姨就是配音员，专业配音员，就立刻传 line 就问他说，要注意什么啊，什么那些的。那他就跟我说放轻松，就是后来跟导演聊过，导演也很 nice， 就是说不用担心啊，因为他们经验也很丰富，也有很多邀请很多不同的艺人来帮电影配音的经验，所以其实他们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，而且给我很多信心。配到最后面的时候，其实会觉得。我就是专业配音员，也没有到这样、其实配的也还不错了。真的哦，不过说真的，当初呢，这个接下这个工作会有点忐忑，有点紧张，会担心能不能把它驾驭好。对，但是呢，真的这个进录音室工作之后呢，因为这个团队们都很专业，但是你还没有一些难忘的经验跟大家分享，比如说真正进入这个配音的情境当中，需要注意什么地方？一开始还蛮比较放不开，因为就需要暖身。我记得那时候进去第一天、第二天都觉得说一开始很难进入那个状况。那导演就一直说啊，你要情绪再多一点，情绪再多再多的。最后导演讲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，真的吗？然后立刻就很顺的录下去，任督二脉被打通。配音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要很做作，就是、非常非常的做，真的就是在录的时候想说，天哪，我这样讲话好做作。比如说对，比如说在电影里面很长，因为是卡通人物嘛，他们英文就说 Great， yeah， let's go 什么，然后中文就是好诶，就是很夸张，但是在配上画面的时候，你去听就会觉得这样才对，毫无就是情绪如果是好诶，那就会觉得动作很夸张，但是声音配不上，所以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。是，所以呢，就是放下矜持，只要能做作指数给它突破到200倍，人生就没有什么坎咱们是过不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维莉亚，你刚刚提到过，你在接下这个工作之后就立刻求救，对，求救。你的家族当中有人是专业的配音员哦？对，就是我阿姨。我姨婆的女儿，我的阿姨，因为我都叫阿姨，然后后来我都跟大家介绍说，是我的表姑。后来我就觉得我们还在录音室有彻底的探讨这个问题，就是她到底算是我的姑姑还是我的阿姨？对，中国人的这个亲戚称谓都很长啊。后来是阿姨啊，因为有时候也是叫她李美秀阿姨这种的。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问她，而且其实她担任声优当很久了。他配过很多角色，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过，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家的橘子弟弟，对，橘子，不，那个姐姐，橘子，然后还有那个
探险活宝。哦，探险活宝，探险活宝里面的那个不是老皮，是泡泡糖公主。哦，泡泡糖公主也是他，他配的。对，所以他配很多。然后你看韩剧啊什么的，其实都是他的声音。那这一次配音，他们还导演他们还特地想说，哎，那我们就找我阿姨来，对，来配其中一个角色，跟我对话。那你们有对手戏对到吗？我有坐在外面听他录，听说很短啦，他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，彩蛋。哦，彩蛋。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听到。听说阿姨在电影当中还有不经意的这个叫出你的小名，对，他故意安排，因为从小他就叫我，就是长辈都叫我那个小名字，所以就把它放在电影里。小名是什么？这边要讲吗？还是大家要进戏院再看？对呀，要进戏院找吗？还是大家想听？想知道吗？你先公开一下好了，大家这样进去会更有期待的乐趣。小时候的那个小名就是安安啊，安安，所以安安乖。但他的台词不是这样，还是我现在要公布台词，因为这样就先不用，先不用。知道说那个阿姨在里面专业配音员有跟你有一些对手戏，而且有一些小巧思在里面。